那我们今天下手要记住，这下手之处啊，是我们六根暂时别起它的作用，远离六尘境界，所以找个清净地方去收心嘛，用环境帮助自己嘛。是今所念之佛呢，正果本觉，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啊。故云：持名皆是实觉合本。啊，这个持名，大势至菩萨讲的标准，可不能忘记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要这样念才行。啊，都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，你的念就是净念了。你要不能都摄六根，啊，眼睛往外面色相跑，耳朵要往深沉上去听，你的心呢，都在外头，都在六尘境界里头，啊，也就是你的心散乱了，都摄六根呢，心就定了。我眼不见色，耳不闻声，定了。啊，说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，耳朵本来听外面，不听外面，听里头，里面什么？里面是自性，这回头了。啊，六根都回头了，不向外缘了，不缘外面六尘境界了。这就是自性本定啊！这一回头啊，这是自性本定啊！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“首楞严大定”，啊，这个心真的是清净心。是平等心，啊，这个净念，这净念里头有一句佛号，所以它好修。如果这个净念里什么都没有，不容易。我们凡夫做不到，我凡夫里头有一念，这一念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与自信性德相应，啊，它是自信的德号，啊，念道，自信般若现前了，那就叫豁然大悟。这明心见性，这理业心不乱的，那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，啊，那我们今天下手要记住，啊，这下手之处啊，是我们六根。暂时别起它的作用，远离六尘境界，所以找个清净地方去啊，收心嘛，用环境帮助自己嘛，啊，对于这个法门不怀疑，对于净土不怀疑。对于阿弥陀佛不怀疑，啊，对于我们修学道场，老师不怀疑，
同学不怀疑，你的障碍没有了，你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相续，相即就是不间断，功夫得力就成就了。念老此地讲的，是故念念相应，而念念皆佛，是显持名功德不可思议。又具密典，这是密宗里面说的六字洪名中一个阿字，功德一世无量，日新教大师曰：“自阿字出一切陀罗尼，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。”这是密宗经典里面所说的。阿、是梵文里面第一个字母，所有的文字，因为它是拼音文字，都从这个字演变出来的。啊，它是第一个字母。啊，像英文里面用 A 做第一个字母。啊 ，A 的发音也要发 R。自阿兹出生一切陀罗尼，陀罗尼是咒，确实一切咒里头都有阿的这个音。它的含义无量无边的、看在哪一句咒语里头，他是怎么个想法，但是通通与自信相应。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，陀罗尼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是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意，咒不长啊，楞严咒是很长的了，有2000多字啊。阿弥陀佛，这也是个咒语啊！这很短的啊，一句啊，阿弥陀佛，任何一部经典，任何一句咒语，都是一个法门。佛家讲84000法门，
其实不止。啊，八万四千并不能当数字讲。要怎么讲呢？要当大圆满讲。啊，你看《四弘誓愿》里面说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那他不是讲八万四千的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八万四千法门展开就是无量法门，无量法门归纳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跟无量是同一个意思啊，这个要知道。那么在净土中再归纳，归纳到最后啊，用七做圆满数字。啊，七是什么意思呢？七是东南西北，上方下方，叫六方了，还当中，这就圆满。啊，所以它代表圆满。十是从数字上，从一到十是个圆满。啊，都是表大圆满。那不能把它当数字看呢，那你就看错了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”，话说得好，啊，说一就是自信，一切法都是自信所生、所现、所变的。啊，实际上变是阿赖耶。但是阿赖耶是从自信清净圆明体上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是一不是二。啊，自信是真心，阿赖耶是妄心，真妄不二啊。啊，无论从理从思，佛法都跟我们说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个体。真的认识了，真的证得了，自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。无量的慈悲啊，无量的德行自然流露啊。啊，智慧德行慈悲流露出来，你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啊，用什么？用慈悲心，用智慧，用德行啊，那你就是佛菩萨，就是大圣大贤啊，帮助一切众生回头，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